抢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最新民调显示，总统蔡英文满意度遭腰斩，只剩下33%。台积院公布五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调查结果，制造业连续5个月下滑。四川阿坝州山体滑坡事件，超过90人失踪，家属焦急等待消息。气象局预估，今年大约3到5个台风将侵袭台湾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